TA 仪器，很荣幸地介绍世界上最高级的橡胶硫化仪 RPA Elite。该仪器是橡胶测试仪器中的新产品之一。TA 仪器橡胶测试仪器还包括橡胶硫化仪 RPA Flex、无转子硫化仪 MDR One、慕尼粘度仪 MV One、自动硬度密度测试仪。无论是正在生产的定型产品，正在开发的新材料，或是正在混合或制造的天然或合成原料 ，RPA Elite 对所有的橡胶、聚合物及弹性体皆能简单精确地进行表征。新型 RPA Elite 无论对硫化、未硫化或是在硫化过程中的聚合物、复合物测试，均能得到高可靠度数据，而传统的橡胶仪很难实现在整个频率范围内的准确性。基于特有的测量技术和先进仪器设计 ，RPA Elite 总能提供最准确、最可靠的数据。通过强有力的直驱马达施加准确且精确的形变 ，RPA Elite。足以提供最广的控制频率和振幅幅度，以捕捉全范围的材料特性。高刚度框架结构和超高刚度传感器能确保仪器柔亮不会干扰任何测试结果。即使对于刚性材料，在低温下或大振幅下也是如此。RPA Elite 拥有可调式高压气动系统，能确保样品制备和模具压封状况始终如一。RPA 可选择搭配圆盘输送式的自动进样系统，于无人监控情况下仍可进行橡胶样品测试，发挥仪器最大效益。自动进样通过气动转移系统和薄膜铺覆，可容许形状不规则样品。软体系统可提供通过失效结果、统计分析、控制图表和其他进阶分析，如动力学、非线性计算等，很容易与实验室管理系统进行整合。TA 仪器的橡胶测试机台拥有业界最大组织作为后援，且以客户满意度为使命，透过全世界五大洲23个国家在地技术支持及全球网络，无论您身处何方 ，TA 仪器均能提供快速且全面的服务。拥有更优异的量测、功能强大的软体和提供业界最好的客户服务 ，TA 仪器将是您选择橡胶表征仪器的最睿智选择。